进入到第四档的嘉义各部嘉年华，九月24号到25号，将要逢假期办两天活动。这场会议是为活动的暖身现身记者会来求关买去。现场也有由这个伴手礼甲农特产的展售，欢迎大家来选买。而且来台南旅游消费，订到发票都有机会从各行大众来带动一处。今年一度劳力嘉义购物嘉年华准备开始，今年将在九月24号到25号劳力登场，活动内容是相当丰富。日前市长韦特嘛到记者会现场来提醒媒体，活动可以美股来祈福，帮助弱势，共同祈福平安，希望疫情会当早日结束。台南市的商圈吼，嘛是应该是全省吼全国比起来，应该排头前，那有28个商圈，所以呢。未来这些商圈拢会当发挥整合地方商业的力量，整合咱庶民经济的力量，整合咱各位好朋友吼，甲消费者甲咧商圈业者揪做伙，啊要靠啥？靠好的物件。你若无好物件，无好你讲干啦要互抽奖也无效。吼，物件真好。第二吼，啊，佫有一寡诱因小确幸。所以今日你要看遮侪好、遮侪好的商圈的产品，拢等大家来认识。哦，啊，佫有抽奖，哦，第一种就红昌，哦，红昌所提供的 Odobai， 哦，啊，佫有其他的足济种的奖。为着促进地方经济，即摆嘉义购物嘉年华嘛，特别设置一个青龙专区，除了有丰富相关商品以外，嘛有特色伴手礼。今年摸彩上大奖是机车一台，欢迎大家会当把握机会来到嘉义消费。啊，传喜以往的我们130个摊位之外，吼。那市长也特别重视哦，我们那个后疫情时代的一个经济的一个振兴哦。那今年也特别交代哦，我们一定要在除了我们的优质商圈啊、优质店家、我们时代伴手礼协会之外，还有我们的观光工厂之外，那我们今年也特地啊，跟我们的嘉里农会，我们的总干事也在这边了哈，还是总干事了哈。谢谢。跟总干事这边，还有我们的农业局也有来啊。谢谢科长。我们的科长。跟我们协助，我们也把啊在地的我们嘉里台南地区的一些青农哦，我们做了一个青农专区，所以这一次的摊位里面，我们又多了一个青农专区了哦，这个是为了要促进地方经济，然后把振兴那个地方的经济。为今嘛到年底，只要来嘉里购物，消费满100块的发票，就会使到台南购物节网站登记，就当参加抽奖。奖品是丰富多元，欢迎全国的民众来台南佚佗。记者钟慧甲你区彩虹报道。